最少三分之一的癌症个案是可以预防的。要预防癌症你都做得到。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，多吃蔬果，少吃肉类，每星期最少做两个半钟的体能活动，不喝酒，不吃烟，这样就可以减低患癌症的风险，还可以预防其他慢性疾病。预防癌症就是这么简单。预防癌症从生活做起。